我们尝试一下早餐晚上卖不卖得掉。现在出来跑都是吃的饭流，有点悬不？莫东说西说，看看。好。我快过好多人，你看。我都说嘛，早餐它是不是可以也晚上卖？吃一份放心啊，吃饭没有？广东肠粉儿，学不会呢，学得会。这个其实很简单的。来一份。这一份吗？半张一份，大宝。怎么样？可以噻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天都在那吃啊？啊，没人吃呀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宝，大宝还在这吃大哥。结束，分开。六块加蛋，六块加豆，六块加鹅肉，十六块，姐姐。干吃大哥。看嘛。好大。嗯，你看嘛，多久住院？当月二两面哦。当兵莫得，清淡又健康。我来一份。来点蛋肠还是啥子？六块的。火腿加蛋。哎，我火腿加蛋。二块，大哥。要辣椒，来小味儿。要辣椒。来点。大包白辣椒，大包白辣椒，大包白辣椒。这个是我习惯性的卖涨了的。啊。发了十块给你。好。要要要，有香料的。这个是白人。我没。不要提前说咱们的货，只要咱们进门。快快，上面是啥子？干肠，啊，熟肠，熟肠。熟肠好的。三分蛋加肉，两份火腿。大哥要五份喽。我重新给做嘛，美女。要得，我们那个。要得。要五份啊。啊，整一份嘛，小朋友。姐，五份打包好了。谢。好，慢慢找姐，久等了。同学们。做个加火腿的，加火腿要得。小朋友的，不放辣椒，不放辣椒加火腿。要得，火腿一份。肉蛋好。小妹妹的，他是的。对。这个是小妹妹的。啊。好，慢走。哎，一桌一蛋啊，姐姐。现在稀料那种啊，就我带的。八元。嗯，哦。八元。加蛋加肉都是吧？加蛋加肉是八元，两个都加。啊。加一样是六元。里面是不是肉？这是。对呀、啊。肠粉儿。大哥，一点儿汤不够的话可以加，大哥，慢点，要不要泼？我们摆，你的啥子？这是蛋肠。好，再煮个肉肠，再煮个火腿。啊。那个大哥再煮三个蛋肠，一下有五份。红哥，最后一份蛋肠啊！啊，里面的两碗汤子。肠粉同样是我晚上吃，两个来小时还是卖了两百多份。因为晚上凉快的人是真的多。真的多。今天我们一共收的是1520元。吃蛋。干呀。